魔物啊，就你了。我没有，我赢了。好，那你们两个说啊，我发呆。绕行兔迷你，绕行兔迷你，上次没抓到吗？那个打金狮子包什么一大堆。我那天就是打到一半跑去抓，说哎、欸、超小只哎、欸，我也是抓了三十只起来，很多。啊对，我要把采集装换掉。镶嵌道具。我也吃了啦，啊，要不走？跑者是不是抢走猪？更变装备，好像唯一打比较多伏棉龙的原因是因为打猎人们永远的梦想山哦，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个永远梦想山两只都是没大小精的。好，这没有，等他们，等他们。四品炼金不是古代有的炼金术。看我的，不，这任务可以删了。
必读轰龙狂怒恐暴龙。再见了，任务。再见。哎呦，有机会。必读迷你，通常是已经有了之后，它就会狂出了，跟上次冰鱼一样。所以你要继续看看有没有金狮子，对不对？那就有迷你金狮子。抓不到。
没有。燕贼龙大吉。你在刷什么会有燕贼龙？睡龙。好。我湖面那些都没了。看到双翼风飘、啊。猛牛龙影。哎、欸、，happy 啊嘿！干嘛？炎贼龙大金第二只是有炎贼连两场大金啊，那一次跟节操都没有啊，我不可能会有，我还没有抓到，没有装就装啊，靠腰我都装了，讲讲干话、啊。我刚才在讲可以装啊，怎么装？不是啊，节操是我们这边最有希望的呢。你一大堆一次力竭的不是吗？笑，那个、啊、最需要就是一次力竭，然后二十分钟内结束的那种，大小竞技会比较高。水龙吟啊，这个要丢在哪里啊？不用啊，不用丢啊，打开就好了。打开了。对啊，直接打开就好了。点两下，你会听到滴一声，表示你电脑中毒了。对，那里面是木马病毒。嗯，当你植入这个病毒，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你会跟我们一样看得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哦。接任务了。然后你就可以。你就进任务啊，随便挑一个任务进去啊。他的框，那视窗那个要留着吗？什么视窗？小黑框不用理他、啊。怒恐暴小金，黄怒有了吧？有了，你没有吗？你一定有吧？有了，不是你啦。没有哎、欸，你没有？啊，我没有哎、欸，你怎么小金都没有哎、欸？你怎么你打的很少是不是？可能吧。哎、欸，我有小金，不错。我问一下哦、喔。我自己去打、啊。好啊。可以帮你打。我这个探索。实际是没所谓的，我们是用探索的、啊，对啊，探索是，刚好从事的探索出来看到，那你发出挑战信号啊，那我继续刷，那我就继续刷喽，是我怕我刷到一半，我刷到了会很尴尬，让那一次过不来，嗯、啊，好像是。他帮你打了，你就发个求救信号吧，探索的话。发了。好。我发现我这次变成是个双翼风飘，二十分钟，哇！就等我先打，快打死，赶快进来。还好，都是赢。我不帮奈斯打。嗯，可以啊，等一下，我可以配合。
巨魔之地承接任务，因为我不能参加，我要回去从任务中归来，我在营地没办法参加。参加救难信号，探索，有欸，我来了，耐心。哦，龙属性，这个笛子就没用了。如果要关掉城市，就关掉一些小黑光就好了吗？嗯。嗯。哦，在这里呀。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任务出来了？探索。哦，探索好。哇，要三方会议了。哎呦，是不是雷二龙特别会瞬移啊？我刚才走过去，就他自己走过去，我就撞了，很爽。我到了。好。不要到 ，nice， 不要走 ，nice， 不要走 ，nice， 不要走。好了。要不要去斩龙？没关系，雷二龙也过去了，雷二龙过去了。怎么了？我刚想那个钩爪上去，然后那个高低差太磨了，再挥一刀。
我怎么会是在这一侧？欸，龙属性也可以挡哦、喔。没关系，征求勇者去吸他的烟，有没有？我是可以啊，那我不会。对啊，没中龙哎、欸。哦，抓得好。你是倒数一秒的时候抓吗？对啊，差不多。我按按键。睡了，准备上了，准备上了，没关系，准备上。哎、欸，爆了、啊，爆光了。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刚刚破坏部分。我没有石头了。走。你看这根条啊，就是特别有力。这一根比。那个巨魔鹿三虎的那个给力多了，那个墙，终于断。看，打蛋器的功劳。阿斗你厉害了。厉害吧？如何淹了你男朋友？他打蛋器，他那边搅来搅去。记得要先拿打火机烧过，消毒。欸、真的可以挡哎、欸，因为其实平时打这只，我打小果实都会狂死哎、欸。可是龙属性不是也算是那个吗？属性伤害、欸，对不对？23%，还有3%。状态没啦。先走啊，先走啊，先走啊！我过去吹。尾巴，尾巴在哪里啊？哦，在哪？哎、欸，有人被抓起来吃了，好吃。一号营地，你先来一号营地，我来了最快。噔，喷啊！不，二十。你看中龙了。画不。
来自疫苗啊，来不及。在九趴了，可以抓了。那我来了。任务终归来哦，不要重置任务哦，不要跟我一样哦。白痴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你们应该没有重置任务的选项吧？有啊，我没有、欸。我去按而已。对啊，没有吧？我从来没有按过那个选项，我一次都没按过。不是啊，我说刚刚不是组。队长的时候呢？没有，也是有啊、哦。不管是谁都有，探索的时候不会有垃圾。他之前防呆都不防，防这个就会就不防。那三任务就防一大堆，这个就不防。你确定要吗？你的大小金就没有了，要这种提示才行。好，可能没有预想到有人这么呆，对啊，那一个。我要去留言评论。好，你大小金按任务重置，不会提示，没有防弹。打完麻雀继续回来 ，Hello。还要力竭倒下的，有赢吗？兔我蛮多爱打日麻的哦。然后可以为了打日麻而不看我的台，这群人一次力竭倒下。对啊，你那种是最最棒的东西。金狮子力战，哪个位置？在哪个地图？古太书神。可以啊，那我去刷了。古太书还有什么？雷狼龙。雷狼、无眠、驯龙。哦，对，交给你了。结果你发现你的金狮子，如果都是其他配的两只都是旧时代的产物的话，那你就只要刷金狮子就好了。你有叫他们边打边看？哪有可能？真的会来看的？就那几个而已，在那边想骗我。你打到一半团了，立即！班级不要乱喊呐！龙，好久没有甩点棒，完蛋了！啊，这样重置任务，妈神经病啊！刚下来马上就抓我，好啦，至少我有。对啊，就说只有就不会每个人都来过啊，我光是去吐窝喊也没有半个人理我啊。干嘛？等等，干嘛？才现在看到那个轰龙迷你。你轰龙没有迷你吗？没有，我看到那个字了，但是好不明显。对啊，就是你要注意看一下，你画面要稍微微调，调去暗一点的地方看。嗯。古龙都有了。有吧，我不知道，看一下。轰龙大小金应该都有了吧？然后都是。对啊。我看。我现在就睡龙大。我双翼风飘大小有了，我还是刷它冲它小。哦，我没有大啊，你不要帮我刷。哦、对呢。口是心非。什么口是心非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没有啊。刚刚才上一秒才说要帮我刷，现在跟我刷。上一秒是讲迷你好吗？没有讲大好吗？又在找理由了。我在刷新狮子呢。哪有？那时候说帮你刷是刷雷狼龙，想骗我？你都那边乱说话，在刷了啦！刷不到，好烦哦！哎呀，这边有
怎么又是同一个位置啊？哇！马尤达拉库斯蒂尼亚，先去洗澡，挂着，很快回来。你慢慢洗啊，干嘛那么赶？又被丢包。反正你挂台而已，你干嘛回来要干嘛？你有快快的企图哦。连续被丢两次、没事啊，我也是，同一个位置遇到同一个人，然后都是用同一招打我。我刚才是同一个位置打、他也是同一个。没有，你说你是大金嘛？什么都是底蕴。阳光带给我温柔，是你给我的回应。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承接任务，调查任务，最后一个了。这很坎坷啊，时间少。睡龙也没了。哇，没有。这个嘛，红龙椅，飞雷的椅，好，没事。调查管理，萤火龙，总有萤火龙，删除。目标，伏眠龙，四人两次力竭，四人三次力竭，四人三次力竭。我、听到好多任务声了，好怕突然撞到。哎、有了，调查。我刚好进去耶，可是连个影都没有，就放弃了。因为那两只都是没大小金的啦。对啊，我想要刷看。你试试看啊。有影耶、哦，有机会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金丝旁边有头像？旁边有头像？有个很像什么东西头像，只有金银迷你、是金啊，是金，谢谢金，金金什么的，金火龙，金狮子啊，它旁边写金啊，好啊，走啊，你的啊，哇，你们都有了，应该是吧，我没错啊，那个字应该是金，没事，打完发现没有再骂你就好了，然后你怎么不骂那只啊？你跟我们讲的，怎么是骂那一只？哦，我教你，你滑鼠移上去啊，你要用滑鼠哦，移到那个 UI 上面，
好像按那个切换输入法的跟 Ctrl 可以调整大小，就 Tab 下面可以拉大 ，Ctrl 可以变小。你说滑鼠怎样？我往那个 UI 移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嘿，可以调整大小。有吧？我只能移动那个视窗。你不要移动，你就移上去，然后按那个 Ctrl 或者是那个锁定大小写的键。应该同一个 UI 啦。哦、oh. ，可以哈。可是我不想拉太大，你拉太大你会发现你画面全部都是数字。打到后面啊，有个部位破坏，尾巴、头啊、手啊、脚啊，也都没得。你会发现你画面很像麦块按下 F3 一样。哦，有啦，是金没错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就赚大金了齁。嗯，那我要吃饭，我会去吃饭。一号营地在逛街，有迷你在跟我讲，再陪我打一次迷你。咪咪，我要换重弩了，你们加油。咪咪啊，好。用餐选择食材，我们来吃痛风套餐，全都是海鲜。五万多的血，他一开始为地图外啊，没有，他在爬，他在爬那个梁柱，对，他在跳柱子，那也是一个。恐暴龙还在那边跳啊！对啊，用他那个小脚。HTT，你怎么不动了？